八月二十三日，综艺《做家务的男人》播出，张绍刚问大家是否单身，汪苏泷回答是，然后火速画风一转，表示希望开启新的话题，疑似已与静梦佳分手。据悉，今年五月，二人被拍到和朋友一起看电影、吃饭，举止亲密，恋情曝光，网友表示坐等二人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